球经典赛几年举办一次？哎，你不是说你要帮我？该不会是四年吧？四年，是吗？两年，四年。你要二四六这样猜。是吧？两年，略懂。四年，四年半一次，四年啊。我猜三年好了。第一届是三年一次，然后后来改成四年。对啊，有三有四嘛。我记得有巴拿马，怎么问这么难的？昨天有做功课。对啊，巴拿马，韩国。没有韩国，也没有日本，也没有日本，巴拿马，日本。八强收鱼的，那是古巴，古巴，韩国，荷兰哦、啊，意大利啊，看一下，其实我是看到什么时候而已。古巴、荷兰、巴拿马、意大利，哦，是对嘛？对不对？小组赛，洲际啊，几月几号？3月8号啊，今天晚上7点了、啊。我知道、啊，我们会关心啊。啊？复赛。我们直接阶段进。我现在给你们30人名单，然后请你们一一点出他们，然后里面有陷阱。这不能不认识吧？大谷翔平，大谷翔平，这个大谷啊，大谷嘛，这个我知道。这个可以吗？他可以拉进中啊，对吗？大谷翔平。大谷翔平骗人的，日本的。是我啊。大谷翔平啊。这我们队长啊。王威成。这是王威成啊。王威成。王威成。对。王威成。没有，他那个本人比较帅，这个有点。对。我们大学就上下届嘛，都会碰到。对啊，然后又是我们中信的扛把子队长啊。就是其实当队长不容易，然后又是当国家队中华队的队长，然后希望你能拿出你平常的表现，然后打不好没关系，就是请学长请中信队友吃个饭喝个饮料也都 OK， 请个星巴克就好了。就是希望你在今年赛好好表现，然后帮助中华队争取好的成绩、好的荣誉，这样。正宗者手游级啊。那正宗者。正宗。排骨饭，正宗者，还那个吗？海盗队的，陈世鹏啊，戏院的叫什么？陈世鹏，陈世鹏，陈世鹏吗？对，陈世鹏，这是陈静，陈静嘛，旅日的打者王柏荣吗？大王啊，王柏荣，啊，跟那个长很像，那个范国成啊。对啊，小可爱，他就是小可爱，江坤宇，啊，你看兄弟迷啊，江坤宇，我觉得年轻要站在舞台上站稳不容易啊，所以我就很佩服他，而且他感觉心脏也很大颗，也是跟我一样不高，然后但是手背很强，左撇子的投手，冠宇，好像很熟，叫冠宇，陈冠宇，从那个日本来的嘛。哦，去日本啊，陈冠宇，对，日本的。那他已经回来很久。对。跟他年纪比较相近一点，有一些共同话题，对。然后希望他之后也有机会可以来桃园主场来看我们比赛，对。因为他之前有那个好像丢了，然后拿帽子说抱歉，那个我觉得很暖。屏中的那个李正昌嘛。李正昌。李正昌，对吧？李正昌，那个冠军赛，终结者，提示一下系统。哦，吕彦青啊，同学。吕彦青，左投啊，吕宝，守护神。吕彦青，最后一场完封，最后一球的那个。有，就我丢到前面下面的人。宋家豪，好棒啊！宋家豪。宋家豪，这个是吧？那个很年轻，那个救援投手曾俊岳，曾俊岳，因为凯威是我高中同学。哦，他是不是？哦，邓凯威。啊哈！有江少庆吗？有。那有。少庆。啊。
很壮的那个嘛。江少庆啊，江少庆，统一的主战捕手，捕手、啊、林黛安，林黛安，林黛安，我记得他旅美回来的。王维，王维，阿 B， 发财，阿 B， 我没，我不会打麻将，完了，完了，王维忠，王维忠啊，王维忠。王维忠，王维忠，哦，王维忠，吉利吉老拱冠了，吉老吉利，吉利，吉利，这，爸爸，那太顺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再开的，吉利吉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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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拱冠，胡志伟，对不对？我没念错吧？吉老吉利，胡志伟嘛，这出的，胡志伟，他手一垒叫范国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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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冠伟，听懂了。陈冠伟，那个、啊、那个侧头那个今天那个防御网，不知道他是南部人而已。黄子鹏，哦，对对对对，黄子鹏，黄子鹏，高宇杰啊，这个也有同学。高宇杰，高宇杰，高宇杰，你跟他一起吃个饭哦。这我哥，林子伟啊，是高院的学长。对咩？林子伟嘛，工具人。林子伟，林子伟，帅哥，这是帅哥。四爷叫什么去了？哦，理事长。这个帅哥叫陈杰宪。陈杰宪，陈杰宪哥，哎、欸，对嘛，他统一师，我知道他统一师，之前玩游戏有玩过他。玩统一师。对啊，棒球殿堂。吴念庭。吴念庭，我知道他是丑内野的。吴念庭，乡长。乡长本名叫什么？陈宇勋。陈宇勋。我操了。乡长很强的、那個。我都忘记人家名字，跟姐姐家做好了。强哦，陈。陈宇勋。哦，是桃园的。张玉成，张玉成，张玉成，实力也真的很强。对，然后我打电动也都一直选他。陈晨威，我还跳他应援舞。陈晨威，神威，哈，看，真的会啊。盗垒王。陈晨威，陈晨威，那个林立的威。林立的威力，林立，很好，我会。那个，我有看你们节目，郭天信，那个，那我一样同一队那个。对，郭天信呢？天哥嘛，郭天信，那我们应该还是有赢吧？有啊，有赢球员吗？还不错。这是台湾人吗？有。达比修。你不可能认识国外的球员吗？达比修有。这旅外我就没有那么清楚。哇，是日本球员。啊，这我就，这是张毅吗？不是吧？不是台湾人啊。不是啊，就说有陷阱。哦，日本队，那我哪知道？那个是那个很多三振的那个日本那个吗？日本那投手，年轻的那个，那个很年轻，那个叫什么？什么佐佐木啊？哦、是吗？对对对。好，经典赛在台中洲际棒球场，3月8号，我们不见不散。Yeah.